Hello，你好，九米猫，你看我在干嘛？穿这么厚，这么大冷天儿0度，我在外面找药。我有个朋友呢，他说他发烧了，他需要找退烧药，因为他之前完全没有储备嘛。然后我就在给他找，我们家附近呢是一点退烧药都买不到，所有药店我跑一趟，无论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买不着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郑州的北边，刚才问了2家药店，还是能找到药的，但是呢是这样的。哎呀，看到了吗？这好不容易才买到的退烧药，当然这其中只有一盒是这个是西药，剩下2盒都是中成药。但是现在能买到药已经很不错了，是吧？这一盒是能够这个是西药，能够退烧的。但是现在这也是唯一一盒能买到，真的现在特别特别难买药，难买到。现在是2022年的12月17号的下午4点多，就16点多。哎呀，真是没有想到，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不过我觉得，可能大家都会经过这一轮疫情后，有的人呢，他已经阳过以后，阳过一轮以后，你会蹦跶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在2、3月份吧，等到大家都阳过一轮以后，郑州会再次恢复。现在可能只是暂时的、暂时短暂的这个寂静。